搅拌机是做出好面包过程的第一关键。随着食品烘焙技术产业设备日益更新，朝数位发展是趋势，也是我们的目标。以节能面创新改善传统螺旋钩设计，透过两只八字形搅拌钩及离缸式设计，比相同容量的螺旋搅拌机节省更多搅拌时间，搅拌效率比螺旋搅拌机快，在搅拌过程可减少摩擦产生的热量，降低温升问题，更加省电。整体设计考量了节能，升温小，冰块量少，更省时省力省成本。在创新方面，以数位化为基础，改善以往传统手记录方式，触控式数位面板可设定维修保养时间及时足搅拌流程，监控回馈异常讯息及过载内容，操作人性化易清洁维护管理。机能与实用性，机能性以定位装置接采油压控制，油压力侦测监控定位点的结合度，确保在安全稳固最佳状态运转，不会因机械间隙或长时间使用磨耗而造成噪音或结构损坏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。巨量段式速度时间可调，可自动或手动控制，保证搅拌面团品质稳定。实用性设计满足一机多功的特性，能够处理一般搅拌机无法处理的低含水量的面团与油酥面团，广泛提升产品的多元性，更符合经济效益。产品结构精度与品质，在结构精度面采用可拆卸式油压系统，让结构更紧密。主要的内部结构之主轴、芯轴、轴承、齿形齿轮、转盘芯轴等精度都在正负0.01mm 内，确保搅拌精确，以减少耗能，大幅提升搅拌效率，以符合在连续生产线的应用。全机采用石安吉不锈钢打造，确保食品卫生。内建停机感测装置与可掀式观测窗，确保作业流程的人员安全。在品质面，经由 SGS 通过 ISO 9001国际品质认证，我们对顾客产品保护歧视品质上的承诺，且作为公司调整营运参考指标。产品市场性，双扭转钩搅拌机是国内首创，我们率先领先业界研发台湾第一台不锈钢直面团双扭转钩搅拌机，是国内外大型面包生产线工厂采用的设备。我们创造全麦自由品牌，以硬体设备结合软体技术整合新功能，有力支援世界优良食品烘焙大厂。全麦是你最佳的烘焙伙伴。